你看他们读书的话，这是他们的笔，那这个是我们送过去的。这看到这一张张莫桑比克受灾乡亲的照片，学生好揪心。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我没有说吃不饱或者是穿不暖的状况。人没到现场，但从照片就触动人心。拍照的是首批进入灾区的两名南非慈济志工，想要拍出他的这个，就是他的温度，他的那一份情跟那个感受。最主要的想要分享的部分是说，当然是我们见苦之福啦，我们看到了很多非洲苦难众生，就是特地飞回台湾分享故事。同时，照片中的主角也现身说法，也是满自己的一个愿哈，就是我能够走到啊医疗哈最缺乏，然后最贫瘠的地方。策展的是他们在莫桑比克待了45天的慈济志工蔡雅纯和林维扬，人才刚回到台湾，但心还系着灾区一切。急难救助期虽然结束了，但是我们中长期的教育是要开始的，就是期待大家可以更多人一起持续的关心这一块大陆。赈灾前线的志工用107张照片说故事外，还要把大家浓浓的爱串联，继续传送。大爱新闻，王昭忠高雄报道。前往美。